陈毅知识饼 VS 兔兔喝水，大波奇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近日陈毅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节目组安排了一项有趣的任务，让陈毅品尝柿饼。陈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他可爱的一面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拥有一只像他一样的小兔兔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完成任务时非常可爱的偷袭猪柿饼，这种调皮捣蛋的举动让人忍俊不禁，也让我们更加喜欢这只小兔兔。陈毅的这种可爱表现也提醒我们，生活中的快乐往往来自于一些简单的小事，我们应该学会去发现和享受这些美好时光。此外，陈毅在吃柿饼的过程中展示了他健康的舌苔，这说明他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非常好，注重口腔卫生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，那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只有身体健康，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。无论如何，好想拥有一只这样可爱的小兔兔。还是从陈毅吃柿饼的可爱表现中寻找快乐，我们都应该学会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时光，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关注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让我们一起努力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吧。欢迎在大波奇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